姐妹们，庆祝咱们601第一次齐聚，走一个！来，哎，李雨洁，举杯！不举了呀。酒，我就不喝酒了，我喝酒容易变身。那不行，今天是咱们601第一次聚会，怎么能没有酒呢？而且就咱们几个，不怕出洋相。是啊，我也想看看你喝多之后变身到底变成什么样。李雨洁，咱俩一年多都没有联系。 今天这个酒你必须喝，你欠我的。你们说的，我们说的。行了，别废话。我后悔啊？不后悔。来，喝酒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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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
喝酒了，沈震，在哪儿啊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我都已经这样对你了，你明明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，你为什么那样？沈震，你快点来，李宇已经喝多了。哎，沈震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回事？哎，不是，你先把手机给林雨晶行不行？给你点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来点，点一首啊！你现在在哪？我现在立马来找你。我还是来找你打架吧，那个银饰店是吧？等着，我来了。沈震，你给我开门！大菊，李宇晶，你先下来。你别动我。是我，沈娟。沈娟不长这样啊。你不是沈娟。下来。快。慢点。明知道自己喝不了，还喝那么多。沈娟，你能不能别生我气了呀？我没有生气。啊！哎，过来，慢点啊。
其实我当时不想不告而别的，当时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了，可是没等到你，然后我妈就把我接走了，还把我手机没收了，我都联系不上你。但是后来我去学校保安亭接到电话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一直打，你也没接。我以为你再也不想理我了。我当时打电话过去了，那边的人说我打错了。对不起。你别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不告而别的人也是我。我其实特别想知道，我们分开这一年，你都经历了什么？我记得我们的约定，我们说要一起考普大的。可是你怎么哄都哄不好。店里面黑漆漆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钥匙也不放在原来的地方了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回不到过去了，好像我把你弄丢了，林香。我沈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分开的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好想你啊。